念书时，一次海外交流计划让我接触到起步企业，打开了我的眼界。我喜欢那种分秒必争、创造下一个浪潮的挑战。在新兴起步公司工作，我特别兴奋。就在那个时候，我接触到国外的一种线上服务，通过网购就可以赚取现金奖励。我和同事发现商机，就决定在新加坡创设平台，提供类似的服务。但现实是残酷的，当时没有人相信我们的概念会行得通。要说服合作伙伴和投资者加入，很不容易。我们并没有放弃，凭着一股热忱坚持下去，终于争取到第一个生意伙伴。后来合作项目一个接一个，我们帮生意伙伴提高销售量，他们帮我们扩大客户群。我们不只突破了网购平台的形式，还要把现金回馈服务融入多元化的生活形态里，不仅仅是在新加坡，而是扩展到马来西亚、菲律宾、台湾等地方。真的很感谢生意伙伴那么信任我们。